11月18号，中午马上2点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飞猫。双十一回来休息了2天，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次的常熟服装城游，刚刚回来，现在去如皋港装货，出发嘉兴。每天忙忙碌碌，也蛮充实。好了，出发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